FCW 的团队雨婷，那先要先讲授权嘛，基本上我们这个 code 是 CC0， 就是自由使用的，然后包括里面的 data， 但是里面有一些编辑的内容是 CC5， 就是没有一些新闻的作者要尊重他们的那个版权。OK， 好，那因为我上台会紧张，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。有觉得就是放它，让它的那个价值越来越高。那其实为什么放这影片的原因，是因为放这影片的原因是因为它就在讲我们这个专案的理念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自古以来媒体这东西，我想说台湾媒体的东西，是因为其实媒体的话语权一直是不对等的。就像有些人就是口袋捡到100块，可能就马上上头条新闻。我昨天那个1000块要裂掉了，就没有人理我，对，心很痛啊。好，那。我现在在争那个，因为我们已经怎么样大改版了，因为自从上架后啊，改天上架后开始疯狂的回馈过来，就是我们的 email 是基本上随时都会有信，然后基本上就是忙不过来这样状态，像这封信我11天后才回他，对，然后因为有些需求，所以我们在争 MP 工程师，然后一些设计师，我们的那个 WiFi 都画完了，我们要来设计那个 art 视觉的部分。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疯狂大的坑，就是报名日志这边有非常多的就是社会事件跟新闻，我们要一直处理的，所以我们也大家欢迎，就是你可以搜寻报名日志，然后加入这个团队，就是一个非常需要就是时间跟人手的地方。谢谢大家。